好，我们先回来这边哦，因为我们是从上面掉下来嘛，所以说，哎呦，有东西哦，所以说我在想，路途中应该有什么东西。 哎呦，它变成上面在偷袭耶！往这边走，走这下面看看，顺路，哦。 大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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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他又帮了我，哇、wow, ！他暗恋我，嗯，我喜欢他。哇、wow, ！太多宝贝了吧？哎，我就知道。Boss 吗？没魔了呢。哎呦，瞬间被打断。
这里。哎呦，貌似走回来了。然后又被你弄下来了。先敲死你，然后再往前走。哇！这大师没火。哇哇！等等等等！哇！哇！该死的虫啊！先打弓箭手啊，又没中。这边下去，那边应该是打那个上一集的那个虫，然后已经被打死了。哦，完了，我自己吓自己。哎。蛮讨厌这些怪怪的东西哦，前面也有大虫了，我现在讨厌大虫。还有，哇，小只的出来。
要帮他施下符咒吗？但是这边有一只这个，我想先打。哎呦！前面那只是手吗？我操！要摸吗？我感觉有问题耶。我要打他吗？哇！我帮你铺好了，救人易，救己难，后面咱们就各凭本事吧。臭猴子，你说这山岭外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？跟着我，我可以带你看看桃源外的世界。
嗯，又两条，这边下去上不来哦。这边应该有个拜拜的地方吧？哇！这两条路呢？哎，难以抉择哦。这里又有什么东东？哦，嘿，这里是走这里有路，所以说那边就没路了。好，先走有路的。不会掉下去吧？应该是不会。有蛇还是龙？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不能拿。因为进战斗，哎，我忘机器。哦，前面可以拜，好，先拜再上去。哦，哇，前面那一只吓到我了，之前打过了吧？差不多一样吧。又有弓箭手，
这边有一个符咒取向。哦，这样子都走对吧？然后呢？哎，我有点迷路了。三姐姐，你成亲这么着急做什么？叫你编排我，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这小蹄子。好姐姐，就饶了我吧。来了来了，新郎官来了。我来迟了，妹妹们久等。我当母亲日思夜想的是个什么俊俏郎君，怎么生得这般憨丑？嘴脸是有瞎子，不过母亲喜欢就好。丑是丑，听说以前倒还有些本事，为了抓他，母亲的家传宝贝都用上，可是费了姥姥劲儿了。二姐姐真是勤谨啊，捉到好东西也不先让妹妹们尝尝。妹妹好大的气性，母亲心心念念要嫁的人少根指头，咱们都没好果子吃。嫁了她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还不是一辈子守在这鬼地方，连你也不消停，想看就去前头看。我说妹妹们，这还没开始行礼，你们就急着要闹喜堂了。嗨，不过是母亲修炼用的精元，我们呢别操那没用的心。姐姐，人我就交给你，一路辛苦了。姐姐，母亲是老糊涂了，妹妹们又不晓得事，难道你也看不出来吗？你就当心疼心疼母亲，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尽一次本分。我何尝不心疼她？她数十年的病根一直好不了，正是拜着纯露所赐。不恨就罢了，还这般作践自己，我是咽不下去。有些事情不看对错美丑，更不论强弱输赢，都是机缘巧现编织的宿命。姐姐，你我当时都未出生，不曾见母亲用过的情，自然也参不透她今日的痴心。世伯那边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借来的福分，能多享一日，也是好。你随我来，前面便是母亲的兰房了，这里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母亲平日里都是好的，唯有吃饭时只爱独享，千万别去沾惹她。还有，别细看她的脸，
尤其是眼睛。姐姐，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的话，你可要细细记住了。快去，别误了时辰。天上果然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能回来就好。姑娘们，排宴。